欢迎光临我们公司，这是我们公司 Sultan Food。这个公司是海鲜公司的。这个公司是在2014年开的，已经有7年了。在我们公司有各种各样的海鲜产品，所以我们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公司最好的质量、最好的产品。所以你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看一看，好吧？我们可以一起发现一下里面有什么样的产品。OK 了吗？好的，我们现在在工厂里面。现在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工厂的工人。我们工人的大部分都是美女，所以我现在我们要叫美女做他们的工作，好吧 ？OK， 这是我们工厂的美女。现在也开始做他们的工作，所以我们一起去看。等一下，咱们先去洗手，因为工作之前要洗手。还有在工厂，由于安全原因，他们就在工厂还有洗手，然后他们要开始做他们的工作。你们可以看看，有三种不同的种类，有不同的质量。第一质量是吉布罗塞质量是最好的质量 ，OK。然后有马马塔，第二个质量是马马塔，第三是中等的，第三个是玻璃是最小的，就是我们三个不同的质量都是最好的。注意是最好的质量，你们可以看一下。我们女生都是女汉子，她们工作很努力。最好的产品，这个叫 Tubulo。做工作之后，我们要查看一下我们有几个，比如说有几个客户，还有我们工作，比如说我们工作收入怎么样，比以前高还是比以前低等等。OK，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美女在做她的工作，再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文章。现在我们差不多结束了。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最后一个地方，好吗？这个地方我们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这里。比如说我们要做那个合法的进出口贸易，所以我们要进去，就是这个美女在工作，她在安排好，还有她在这边可以联系，有比如说我们客户的比如说手机号码，我们客户的微信，还有我们客户的大概零下19度，所以我们再说一遍，温度是
零下十九度，但是一般来说是，从从零下十八度到二十，零下二十度，好吧？所以我们现在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那些我们可以，哎呀，这么冷，特别特别冷，你们看。我的妈呀，好冷！所以给大家，这个是最大的，这个是布里诺萨，你们看不好，朱比罗萨不好意思，这个是朱比罗萨。还有，你看，一般来说，他们在我们把海鲜在冰箱应该待十天，一周啊，十天就七十天左右，就在里面。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公司的老板，他的中文名字是穆罕默德，是瓦鲁丁。我们两个人是伙伴，我们在一起合作。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合作已经有半年，已经有个月了。我们有很多客户来自各国家的客户。我们的客户的部分都是来自中国，都是中国人。还有我们有来自新加坡其他的亚洲国家，比如说新加坡有马来西亚，还有泰国日本、韩国，还有我们有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客户，不仅仅在亚洲，而且有来自欧洲国家的客户，比如说土耳其、法国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。所以希望以后我们能在一起做生意，一起合作，还有希望我们一起都会过得很好。希望祝你们好运，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做很多生意，一起做生意。谢谢大家。